哪款菜？刚好要点菜啊？无？鸡块。牛肉咯，卖了呢。牛肉咯呢，剩一包两包，看人买来无？白客气啊！啊，你讲要食啥？恁点我花无？啊？铁路排骨抢了呢，那白客气啊！白上面只三百几只花螺啊，卖了呢。好。今晡我来试下咯，去买三包。白虾够人要吃无？三百块咯，剩两下拢卖了，三包。这红咖白来收起，金宝啊，去个，我先买哦。你讲买啥？鸡块。金宝啊。鸡块。鸡块我来买。成交。金宝啊，要吃三百块咯，三百块。快点啊！这一只煮好就四啊二啊，我卖你三百嘛，刚刚好。我这只搁送你三百，你买会着啊？先价钱的这只嘛，我爱卖啊。三百皮带豆豆我吃。金宝啊，够人买啊无？三百块。金宝啊，够人要吃啊？七百块你收。有啊，搁一份给你啊。鸡块也卖了，鸡块也可以个。成交。鸡块要吃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我鸡块含肉率八十八，来新客钱的生意开三百咯。快点啊！我到下边我包，一包鸡块我两包五百，一包搁送你三百，你要就买鸡块三包，要搁吃个，一包搁你啊三百。来三百两个哟。一包鸡块我两包五百三百，一包搁送你，一包搁你三百咯。三百个要吃鸡块无？最后一个买好无？两包啊，三包啊。四包啊，三百鸡块是咪无啊？好。三百个有要吃无？啊无，你嘛买百五当个食饱嘛？含肉你比了八十八，百五个有要试吃？一百五个有要试吃？百五最后两个有要试吃看嘛？剩四包。有人要买鸡块百五食饱嘛？最后一个百五，其实拢我哩全部没有了。还吃有无？包过。想法变啊讲。吃有无？无啊，剩你三只，只个三只包过1050。我要八只。啊，就无啊，准了尔。啊，明仔载，别讲。明仔载要讲五只。明仔载，我明仔载咧记着。哦，八只呀，我手机啊，记来拍了，八只林星鸡。好，你拍八只林星鸡。恁现场敢有人要食鲍鱼？这退冰就当食，这完全免煮啊，后壁敢搁有？想要食鲍鱼，免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上面食鲍鱼的三百块了，一只鱼啊，搁两只就五百，三百上面吃，三百块敢有人要食鲍鱼的三百？三百够，人要食鲍鱼的三百，三百有人要食鲍鱼的无？三百，三百够，人要食鲍鱼的三百，三百有人要食鲍鱼的无？三百好了，这两条够送你，这两条够你，这两条够你啊！这完全拢免煮啊！哦，这当个退冰了，咱食。尤其你若我买鸡肉火腿肠，这个人袂拢做好吃。你后壁敢搁有一箱？好。五个人去搞买落啊，先价钱的先聊，两百落。大家。两百块落。来两百块。两百块呀。两百落。两百落。两百。好。我先拿来哦。多少钱不？我这慢慢，我这慢慢啊，真正不是我的个性啊，实在袂晓好啊。来，白带你摸个。买手无够遐，唔免多大细个，来，睇下好个，我今日甲换一个，迄个文青路线的。恁家人要食白带鱼？你要整我白带鱼，有一个重点，你厝一定要有两样物件，第一就是米酒，第二就是番薯粉，哈，第一最强的米酒，基本先甲烧落去哇，烧落了番薯粉甲用的咸咸汁，你家淋淋的落啊，咸汁你有的食，咸有的食，只咸汁莫甲你加，咸汁你家淋。香面糕真好吃，一家你挑出。来，你要吃迄个白带鱼，唔免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上面吃白带，三百块。三百人要吃白带鱼哇，这烧盐大煎啊，三百块，烧番薯粉啊，烧米酒，三百上面吃白带鱼的三百咯。三百个人要吃白带，三百块。大家。三百人要吃白带鱼的哇，三百咯。三百人要吃白带鱼的哇，三百。三百个人要吃白带鱼的三百块。三百个人要吃白带，你要不要搁一箱啊？你好落去啊，青菜啊，来啊，三个，那不就四百？三百块，那不就四百？三个啊！哎，落去过来，三百。我办两个啊！哎，白带落去啊，白带落去啊！哎，我白带啊，白带啊！不要搞。来，白带过啊！来五百。白带过来，咩啊？我三百。我白带，你啊烧米酒落去蒸烧完，只讲看有甜无？你甲我放冰者。来，这家提起啊！来收钱啊！三百块落啊，这免考虑遮济啊，吓，三百落啊。三百个有要食白带鱼的无？是诶。三百个有要来无？若无收啊，来收钱啊，三百。来三百块落啊，烧盐打针落啊，无咩无加。来，这家。
三百个有遐个无？有啊，变换一个情况下，明仔讲。还有刷礼无？刷礼，刷礼过去啊。过雨嘛？刷礼过雨拢来啊，过雨过雨先来啊，我先看过雨好啊。来过雨先来，过雨了换刷礼啊。过年过节讲真正，买买囡仔买买起来啦，唔免等咧过年去用起价啊。够人要食乌鱼子，够人要食啥物无？有人要食鱼翅无？来这过雨这大地啊，来要食钱起啊，今日开五百了，五百块。来五百，上面食鲑鱼，五百块就好，五百块，这是第五百，两第五百，三第五百，四第你买就买，点滴讲你嘛买袂着，敢是安尼讲，升价钱的这第阁无买啊，送你啦，五百就好，来啦，一第五百，两第五百，三第好你啦，四第啦，等下啦，这第阁你啦，五第啊，来五百块要吃无鲑鱼啊，五百刚够买啊，五百块，小家庭啊买三百，等下情况卖啊，十天的啊，三百块啊，两个啊，三百最后一个两百买买就好啦，来加两百加，包过啊，两百买买就好啊，无啊。有得注意，不要搞了。刷礼上面是啊，这种大地啦，吹了酒水拢退钱啊，我免啰嗦啦，刷礼我袂遐济伊啊，来开五百就好啦。刷礼啊，这一袋三百，两袋七百几块啊，来开五百就好啦。这袋搁送你啊，这袋搁你啊，吹了酒水退钱，升价钱的来啊，这袋赶快搁加落来，五百就好啦，五百块啊。来一袋，一袋五百，两袋五百，三袋五百，四袋你买无啦，五袋啦，五袋啦，真欢喜。要吹要真清楚你啊，拢无饲啊，三地啊，四地啊，来五地，五百个有要来无小鱼啊？五百个有要食刷鱼的无？刚过有小家庭啊，来开三百落啊，紧落啊，三百块食袂了买三百。三百只个啊？食袂了买三百，三百块落。食袂了买三百落啊，紧落啊，三百。三百个有要食小鱼的无？搁少两个啊无？来听住啊！搁少最后一个三百，我爱当来困求一下，即个培养三百要给予人啊。好贵啊！你讲要培养给予伊啊？你讲要培养个哦，培养伊啊，培养阮内小四。我估计啊，八折你有拍无？拍了哎呀，我过来要卖啥？麻油鸡，干贝麻油鸡起起啊！唐扬鸡有啦，来啊，嘿啊，恁那点菜啊？恁唔点菜，我嘛画袂落去。讲真正，你看我咧要花咱无啊？唔是咱要卖花咱无啊？哦，嘿，嘿啊，来。这叫干贝麻油鸡，这当然拢很好烧了好啊！阮家己问我咯，你卖麻油鸡啊？你会当去食看卖一盎220啊？这若加干贝420，你搁食袂着这点啊？干贝麻油鸡啊！我来讲哦，三个人计搞袂了啊！一点卖讲450、420拢无要紧，三个拼钱。你要食干贝麻油鸡，先给钱先赢300了啊！300块给我就好了，300块来300，等下啊，先给钱这点够你啦，这点搁来啊！最后一个人计开300了啊，300块干贝麻油鸡300了啊！来，最后这只沙发上面一个两顶，总计300块，一顶沙发你又买袂着啊，卖讲两顶啊。来啊，搁起来啊，人家无啊，人家点的先来啊，唐扬鸡啊，唐扬鸡上点的，对，好久不见呢。唐扬鸡你捌买过无？够好吃，这包鸡腿包搁食袂啊，你有鸡包通吃，500、400，唔免开200，唐扬鸡就块，200块多，两个啊，三包600啦，300、600，来三个啊，200块啊，唐扬鸡就块金币啊。最后一包无啊，200上面啊，规身拢去啊，200。无啊。你后边啊，去未？你后边。上吊未？上面十包。美女要十包啊。好啊，来。来，五包去帮我收单。阿叔 OK 无？来啊，多少？五斤的干母。来啊，八包啊，九包、十包啊，包过去啊，我啊五包收单。恁现场够人要食唐扬鸡腿，明仔够人要食这个月亮花枝虾饼，只给4包等的。300、500，免啦，来先加钱的先赢，开200了。花枝月亮虾饼，当用真的，我来最好食一个买10包。谁啊？来花枝月亮虾饼上面一个200块，这俩底食无虾，飞机我钱用的。来200上面一个花枝月亮虾饼。最后一个200上面一个无啊。来包裹收掉。来，你现场到来，现场有没有人在吃这个？来，你听我讲话，唔好讲话哦。哦，你拢听我讲话好啊，听我讲好啊，来。迄、那个阿姐安讲哦，一边哦，这边我需要四个人给客钱哦，我，好，这边我需要四个人给客钱哦，卖问我要卖你啥物，啊，小弟也无甲你介绍物件啦，甲你收钱，当然无好食，一包买偌济起价，我替你10倍钱，来，这边四个，这边四个，300、500拢阿收起来，四个人给先客钱的先赢，开200了。200块，一只饼钱了，一只饼钱了，四个了。来三个啊！200块了对吧？四个，几个？你几个？三个啊！迄个叫收档，收档，哎，来200了。等下你给我整整的落啊，无叫你来我叫，当众人的面给我叫免钱的。来，几个落啊？几个？200了。
来两百块，可你弄啊？都有啥物件准备用的啊？纸杯物件，我要卖纸杯啊，卖搁鞋啊。纸杯啦，都有啥物？较高级的，我要摕去啊，虾啊、龟啊，我摕起去啊。铁子虾啊，说一届来啊，准备两三名啊。来啊，等用真的，你一届你钓的啊。那底拢包无骨的啊。小弟也无买代价，绝对不用骗钱啊。这啊，你也知啊。免赚，来啊。是啊，你无来吃。来，来摕一个台下去。来。你有哪要吃这无？这个搞用好去啊，用皮后边用，用好去后边用，皮后边用。来，有哪要吃这无？靠人要吃这個，这啥物够人知影？卖饼糕，这叫天使红虾，阿根廷的，啊，这顿话你该用盐烤的就好啊，腰瘦啊青丁，这全部虾啊一半，的重量是三斤半，三斤半。想要吃只虾啊，摕几方的，完拢是先我介绍，看头就好啊。只要你甲买定，朋友领导领导会当互你吃一个过年，啊，来。贵啊，装起，卖让你开两千，开千五免啊！你摕一个平底锅，夜恁早盐落，火甲开落，用盐搞的一家吃，你会甜不不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个人加出手落啊！我卖到剩三盒拢无啊！只要装起，免就两千，千五免啊！先摕钱的先赢，一千落，一千块来摕起，一千块落，这种该是你繁荣生活，拢袂让你退兵的。一千块上面吃，佮最后剩几盒吧？剩几盒？一千块上面吃，天使红虾，对家己也好，食也好，当用烘的落啊！一千包过去了。最后才一千块上面去啊！这行哪有啥呀？真容易要病，小家庭的就两个，你给我买一半，开500了，500块，无啊，500块上面去，你吃不了，你买500了啊！两个人加买一半，最后一个500。再讲你不爱吃天使红虾，做生意啦。